这是地球，这是月球。当 MC 30多名玩家前往月球，他们要从零开始生存发展，他们只能击败所有玩家，只剩一名才能成功离开月球。那这位玩家会是谁呢？哦，对了，大家能不能把赞点到？是，立马更新，下一期。我去，月球上面竟然有猪，还有马，还有鲲。好，我们先拿下我们的装备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我们再也不需要氧气面罩了，好吧？哎呦，你看，灭霸都有。我去，这灭霸给我东西了，灭霸。所以他会一拳头把我干死呢。哦，他被上去了，那是什么？哦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地球吗？然后这边，哦，我的，不行，这个云不行啊，这个云有点假了，兄弟们，说实话，这月球里哪有云呢？是不是？我的天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太阳。老铁，你是找死吗？你太阳你还想跳上去啊？这水你看都已经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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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是土星，我们得赶紧去土星啊。我得带露脸摸到去当个垫脚石啊，感觉我这些方块是不够的呀。嗨，上来了，我们竟然到达了那个土星的内部啊。可以赶紧生存，你们别把我嘎下去了，好不容易上来的。来，赶紧先做一个铁镐，把这钻石给撸掉去啊。我现在的目标就是立马去这那边去，去搞点金银石去。哦，成功到达，先撸点这个金银石，然后去撸点那个铁去。别闹，谁不搞谁啊。嘟嘟嘟嘟，都是一个星球上面的。嗯，那我一定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非常安全的地方，他们找不到我的地方，因为我不想被这些外星生物被打败啊。对不起啊，兄弟们，我是灭霸那个星球那边来的啊，老铁们啊。5分45秒开始 PVP， 快点儿，漂亮，先把这个星球上面的矿石啊给它全部给它撸掉。你是 M78 星云来的是不是？妈呀，光之国的来了，兄弟们，我们这也没邀请光之国的外星人来呀，怎么他们就不打招呼就来了呀？是不是把我当怪兽了？是不是？我 20 minutes later， 已经开始了，各位星球宝贝加油。 Nice， OK， 先藏起来，3 2 1，鱼跳龙门，漂亮。我吃的胖，我应该可以下去的比较快。好，我们成功的降落到了月球表面。我们必须得干掉一个人，因为我们得要他们的那个金苹果。其实打人不是为了就是人头，我们是要他的东西的，要他的金苹果。来一个金苹果，来一个。哇，可以，我这接丢出去好了。地球已经被这个边界已经给收缩了。这里是我的太阳之子，不是，我是月球之子，这个抢资源的地方。我去，我的伤害，快走进去。好，进去。这温度有点高啊。打死，麻了，家人，麻了，打麻了，快下去。谁先炸？你再看，这还看什么？这一上两个人头都是你的，完了，我装备全炸掉了，爆！
好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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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我不要在这个星球上面生存了，家人们。一姐，好的，我们这些人全部返回了地球，然后只有这个老铁在这个太阳这边还在吃啃鸡苹果啊。好了，大家喜欢看我们的《精灵城》的话，可以每周六来看我们的直播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大家喜欢看我们的视频，那么下次再见。